还没开始呢，还没到呢。啊，饿了，不烫了，不烫了啊！好嘞，开饭吧，宝贝们。这谁呀、啊？管他谁谁谁，吃饱就得。哎，这是再来一个啊！哎，今天很成功啊，很成功第二次吃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吃鼻子里边的豆，没事没事，给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，别急我别急，还是那个小狗，第一个喝奶那个小狗，他喝得快，你看看是不是老实？我一会儿看看啊。老实跟老十一都会喝，都挺会喝的。哎，踩进去了，踩进去了。哎呀，你还打出溜呢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着急喝了这是啊！哎呀，你喝饱没？喝饱没？还喝呢？喝完能喝的就喝啊！他不能喝的，他就是还没有开正式的开口去喝，还不认这个呢。你看，有喝的就过来了吧。你看你，哎，喝，哎，喝，我不扶着你喝，把这腿伸展，别踩，你听你小伙伴儿，听这声音，哎呀，咬人家耳朵干啥？你说，喝。看这是老几啊？给我答案。老十。耶呀！我没拍着。给我答案。老十拍的。这脸。哎呀！喝吧，没事。哎呀，喝就喝。这三只，这你把老十放一边，给。吃完了有点困了，哎，大吃一嘴。你不能踩，来，都吃。哎，羊，就喝那么两口。啊，他自己都吃了。得让他自己找。嗯，这可以。嗯。呛鼻子了，呛鼻子了，哎，这感觉对了，大口大口的喝，肚子起来了，一会儿就起来。不能超过三口，不能用力去问他，让他就是有一点被你束缚的感觉。你给他俩抢着了吧，就等于听这个声音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，喝几口喘喘，是不是？来，哎，喝几口喘喘。呀，呛着了。你这一波完事儿没看？你看那家伙，你往前走点，对，冒那个啥了，鼻涕泡了，不住不住的，不行了，这边还有几个呢？有
上面那小家子是那个喝够了，这有几个？五啊？还有几个？再来。你这个小母，那个脾气，你看那个脾气，哎呀，祖宗哎，小祖宗哎，看人家，不能夸，三口，喝完第三口就不喝了。人家又趴进去喝去了，强鼻子呗，喝吧，你这，你要怎么喝，喝就行。没事，你松开，喝吧，嗯，嗯。咋的？他在盆子在喝呢。最后一只老大出场，喝不喝？张嘴啊，老大。老大，行，哼，哎，你看还眯，还喝着呀，还睡着呢，看见没？哈哈，行了，醒了，喝两口不？嗯，喝不？不喝。不行，哎呀，都不喝。你要去哪儿啊，老大？哎，多多少少都喝了一口啊。等会儿让你妈再进来。还是不饿，我告诉你啊，还是不饿。老十一了，老大，你一点不喝呀？哎呀，真臭。不喝，他不喝。这才张了，不喝呀。拿出来。不喝拉倒，不喝拉倒。好像每个小狗喝了点儿，就是先开口喝呗，得开几天呢，因为它毕竟刚刚20天，它不像那别的小狗25天的时候，它什么时候才开始吃，它们吃的早一点。嗯，行了，一会儿让红牛进来啊，你们就是喝奶粉先消化那么几分钟。要去拉起来，你看，挺着尾巴。